金山知名景点金山老街旁的金山菜市场，历经大雨后，市场大淹水，全都泡在浑浊的黄水中。民众走在市场内，水淹高度到臀部。摊商们无奈，摆摊吃饭的工具全都泡在泥水当中。民众涉水走在周边，铁门紧闭，当一开门，泥水将全都灌进店家民宅。还有民宅屋内也淹水，民众无奈在水中清理这一团乱的景象。这几天店家不仅无法做生意，周边民众面对淹水清理更是头痛。究竟淹水何时能退，以及是否还会有大雨导致再度淹水，存在未知数。东森新闻社会中心在新北市报道。